跟刚才那炮比起来，这家伙厉害多了。这个是1919 captured German 哦 ，German trench mortar。这个先进多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网红景点了。来了，马拉卡马六甲。然后这是一个 church， 1753就建起来，但是山顶上那个是1660，早了100年后被这个，这是 German。反正是后来有荷兰，哦，荷兰可能也是用的是德语，所以荷兰人来到这儿。我想荷兰人或者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，肯定非常的多的感慨呀，啊，这当年他们来到这里，这才是他们的那种开疆扩土，现在都 lost。Here is making announcement. Okay. 然后呢，这里马拉卡总统就职演说。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个 ATM 换当地的钱。当地人说前面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有 ATM machine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。华人到处不上班，只好来到这个他这里所谓的麦格莫英雄广场。终于取到了。一出了这个 mall 就看到了这个古迹，这个是名字叫San Diego Gate， 圣地亚哥门，城门。1511年的时候，葡萄牙人来到这里，那时候这个中国可能是明朝吧，anyway， 后来呢就把它转让给了荷兰人。荷兰人把城堡给扩建啊，然后又转让给了英国人。英国人后来要再转回给荷兰人之前呢，把它炸毁了。天气可真热呀。
当年葡萄牙人先来这里，后来荷兰人来到这里，再后来英国人来到这里，不远万里把自己埋在这儿。当年的 church 建在这么个高山上，然后别人来祷告一回要爬半天。我慢下去啊、哦，我们俩还可以慢慢坐下来。他们是为了什么理想？哇，这个这里放了很多墓碑，不知道是给谁的，可能是给牧师的、将军的、战士的、做饭的、开船的、水手。葡萄牙人来到这里肯定感受很深呐、啊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老建筑啊。这些石碑虽然他们的故事很遥远吧，1636，哇，这里还有人唱歌 ，But anyway， 1630，1660，哇，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会不会怀念他们的祖先啊？哇，还有很多石碑啊，可是看不懂。What? They should have a word like English.To the loving memory of Angelita Tripp， 葡萄牙，如果是现在的葡萄牙人来到这里，一定会非常的感慨呀、啊！哇，我们的祖先，老祖宗在这里，太为他们骄傲了。三毛，你看那石碑怎么碑上？最后 ，lost 给荷兰人，然后 lost 给英国人。英国人，最后马来西亚才独立了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都替这个葡萄牙人感慨呀。你看这里到处都是中国字，0231800，哦，两百多年，敦路是什么意思？但是相宜，哎，这是全，这是大家都凭着相亲的这个友谊聚在这里一起，哎呀呀，精诚团结，哎 ，good good， 士德，这个字儿我西辉，这叫什么？这是什么字儿？我也不认识。I'm sorry, I don't know the Chinese here. 源远流长 ，I know. 义结相帮，哈哈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源远流长，那都是看什么源远流长？
歪东西也可以源远流长。你这是解歪。那就是啊，星薪火相传。为什么要叫星火？永春县丰山陈君刘乡人，于1757年游马六甲，然后获利之后，逐引其族亲弃友数百人，相续到马六甲扩江。哇，哎，做得好！200年来，本会馆经历沧桑，经历过什么沧桑啊？也没说，跟别人打过没有啊？好像也没有。那么扩江肯定要打呀，但是这个他还是比那个葡萄牙人来的晚呀。葡萄牙人是400年前就来，1660。OK， anyway， 能够在这儿发扬光大就不错了， very good， 应该给他们发授勋章啊，勋章里没有哇。德众一尊，马六甲德教会紫昌阁，这些华人值得敬佩啊。刚才那个碑上说，他们200年前1770年来的时候，在这儿了，在这里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回去把乡亲们都带来。拓展追前者，南邦创业帝后婚，亲爱互助，精诚团结。福建会馆啊，这里全都是中国啊，中国字每家几乎都有。刚才有海南会馆，现在又是福建会馆。万乡，瞧这每家房都有中国字哎。
掉。哎呀，这不是在后面切了吗？你看，现给你切的，不是给你这切了一两页了都。来的是买的，不然呢？都摆在那里。很碎啊，他不给你打碎啊。啊，就这样。Thank you so much. All right. 你要哪一盒？十块钱，八十六，我第二个八十六。One of the sticky rice, yes. 双十二。Oh, which one? 啊，那个巨好贵。Sugar 给你另加的。这我回酒店去吃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来椰子，来，但是来椰水，椰水，椰子水，要几个？要一个，要一个，一个，打包，打包啊，打包。就你这个椰子冰箱水啊，他现在给你，他现在给你在这儿给你切这个蛋。对。哇，这么多人都要做 business 啊！这现在已经是9点了吧？哇，现在10点了，还要做 business 啊！玩套手指头上的，不错啊，太亮了。哇，看见。